会 live。最后冲样下呗，我不笨。那那我讲个三十八号不成？好不啦？那你买可大的？没可，不可以，然后那都有来充网的哈，老电脑咪充网的哈。是吗？有。那都那都是吧，那我带你去看。嗯，你这都要啊？要啊，在隔壁妈家那块都要。那我看你那手机放去看。哎，知道了。知道。都长高了。嗯。洗米啊，就是一道那份个时间真长啊，这个糯米都爱刨，都在都南边了，都拿来捞糯米去冲了都，就拿来擦饭，嗯。擦几久？在个把礼拜嘞，个把礼拜的都好。我挨，我妈挨个。嗯，那份我挨了。都快了，要，我给你拿地，那都凉了。知道我是弄坏你讲的。那不是他讲的，他讲给我放个房子的。他有他兄弟他疼他有铲，他们是讲叫养空，他有铲的，就这样子射发。嗯，那是。讲叫挂嘞。射发拿来放，他都他。捞糯米不？没捞糯米有没得不？捞糯米。捞糯米放在这，就来擦，冲完就擦。冲完就擦。我话留一顶都穿药膏去，我都拿来现在我啲手痒脚痒，我都拿来擦一个好。是。穿药得，做得好得。搞得古个一元，那个买古穿得古杂干，那个买你带古跟正好当个，这古个一元，反正短短的，是哦，短短的，短的。带古穿个笨蛋。带古跟笨蛋打。想吃不吃？提前留他两天弄去，他都不好吃。好了，大家认清楚这棵植物了没有？难得回来跟老妈出去干活了。好了，喜欢三妹视频，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